很久以前，相传吃了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无数妖魔鬼怪大打出手，几千年之后人间出现了另一种可以让人长生不老的肉，于是就发生了以下这个故事。这次任务事关重大，我们一定要把它安全送到。是啊，兄弟们，吃了这个肉，我们就可以长生不老了。来，谁？棒的，吉姆斯棒的。各位观众，由于吃不上肉，运动员们无法进行比赛。我们看到有些运动员甚至由于体力不支已经晕倒，所以比赛将继续推迟，请大家耐心等待。我们去找林立奇报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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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冤冤相报何时了？就算我们打死了零零七，又能怎样呢？看看，这才是大师！真正的大师是不屑于找别人报仇的。对，没错没错，兄弟们，我们别去找零零七报仇了。我们去报复整个世界。当年我吃不上长生不老肉，今天我要让全世界人民都吃不上肉。Just confess your girl admits that we the shit. F-R-E-S-H, we fresh. C-E-F, that's right, we different. We definite. B-E-P, we reppin' it. So, turn me up. Turn me up.
up. Chick say she ain't down with chick back there when we in town. She like men on drum. She went hit and run. That's the speed, that's what we do, that's who we be. B-L-A-C-K-E-Y-A-D-D to the E, then the A to the S. When we play, you shake your ass. Shake it, shake it, shake it, girl. Make sure you don't break it, girl.怎么样啊？报告司令，这会儿歹徒作案十分猖狂，只要哪里一出现猪肉，他们马上就去抢。由于猪肉大量被抢，引发了市场混乱，物价飞涨，人民群众的情绪极不稳定。这么严重？怪不得昨天我家保姆说买不到猪肉呢。司令不用担心，我通过内部关系搞到了一批上等的猪肉。只有去把007找回来了。007，国家有任务要派给你了。自从他跟他第八个女朋友闹翻之后，他就成这样了。不，我一定要等房价降了才买。房价一定会降，肯定会降。看来他病得确实不轻啊。为什么不给他治疗？你们不是刚刚引进了一台世界上最先进的抑郁症治疗仪吗？为什么不用？那台治疗仪的功效过于强大，我们担心治疗过度所以。可去拿呀。007，你一定要好好治病。过段时间我们再来看你，走吧。一定要谨慎使用，避免治疗过度。好，好。能抢的都被我们抢光了，那接下来我们抢什么？别着急，我已经有了新的目标。国家储备肉？对，这可是最高机密，它能藏在哪儿呢？藏在哪儿？那可就得问他了。陛下四十大寿，国库准备拨款100万，在天朝大酒店祝寿，请陛下定夺。100万太少了，要1000万。遵旨。陛下，据 CNN 报道，乔治·布什 W 曾经辱骂陛下，称陛下是暴君，属下十分气愤，特向陛下禀报。速将此案拿下，双规。天涯凯迪两社区被精英攻陷，情况十分危机。恭送陛下回宫。
我们的政策你是应该知道的。那把我们的政策告诉他。嗯，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没错。说什么呢你？我们的政策你也是知道的，我就不跟你废话了，老实交代，国家储备肉在哪儿？来，小样，怀里藏了什么？老实点。国王工作证。还有，交上。藏宝图啊！哼，果然是藏宝图。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最近有传言说，敬爱的国王陛下遭到一伙不明身份人士的绑架。绑架者很可能是猪肉王子及其造谣。一时间，国王被绑架的传言在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针对这种传言，有关部门表示，幻觉，这一切都是幻觉，这些说法都是造谣，造谣，造谣。希望广大群众以大局为重，自觉抵制谣言，做到不信谣不传谣，防止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用实际行动来维护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就是这儿了。怎么是空的？什么都没有。我们被骗了。国王是何等的英明，他早就料到你们会来这一手，特地为你们准备了一张假地图。007，没有储备肉，可有你也不错呀！报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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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姓朱的，你还是乖乖跟我走一趟吧。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回去告诉你们司令，就说国王在我这里很安全，叫他放心。
他什么时候把储备肉交出来，就放他走。老板，再给我来半斤。这样一个美好的夜晚，我却只能一个人伤心流泪。这个大实在是太沉重，试问天下人谁能比我惨。这点挫折算什么，想一想他离班集体组织四处躲藏，还要被人追着打，人家不也是都挺过来了。俗话说，失败是成功他娘，挫折是成功他爹，不要自暴自弃。这个片子拍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难道就这样结束？
战地图交出来。他是不是已经吓傻了，精神出毛病了？喂，啊，我已经准备好，我们再来一次怎么样？如果我赢了，你就放了国王；如果我输了，我就告诉你储备肉的秘密。我知道你会来的，我等着你。你应当尊敬对方，遵守规则。不管是贫穷、饥饿、疾病，你会挑战它，视死如归。一旦接受，就不能反悔。你确信，你愿意接受它吗？我愿意。你愿意吗？我也愿意。现在我正式宣布，你们可以开始决斗了。
这张碟，说是无马，可明明偏偏有马。零零七。还没完呢，各位观众，比赛到这里告一段落，接下来进入到点评环节。这帮人干什么的？不知道。你要待定，啥叫待定？好的，感谢评委做出的评判。观众朋友们，比赛现在已经进入到了相持阶段，但是我们的比赛还没有结束。猪肉王子能否最终获得胜利？而零零七能否成功复活呢？复活？这一切都要由观众朋友们，您来决定的。不是普通的保安，这是配备了世界上最先进的非杀伤武器的保安。没错。加能400亿是专为美国军方开发的世界上最先进的非杀伤性武器。该武器可在正常拍照的同时发射出超级麻痹光波，使对方瞬间麻痹固定，30秒内无法活动。请看本产品用户的现身说法。
3个月前我进山采药，突然遇到一只老虎，老虎大叫一声逃不出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掏出了4等加百滴，我掏出了加等400滴，马上拍照。老虎被照的浑身麻痹，无法动弹。于是我继续拍，我一会儿拍一张，一会儿拍一张。我拍了20多分钟，老虎一直保持着张嘴的姿势，没有任何变化。这就是神奇的加农400D，能令对手麻痹的世界上最先进的非杀伤性武器。Thank you.
正在备，开始。司令，我快不行了。挺住啊！告诉弟兄们，千万不要买这张碟。说是有马。